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这款神仙汉堡你觉得是减脂餐吗？榴莲配牛肉，钻石也撒手。纯牛肉汉堡吸取表面血水，准备烤盘烤架，放上汉堡肉、培根、红丝绒全麦汉堡胚，肉饼两面撒一些海盐，200度开启热风模式，15分钟。记得3到5分钟的时候取出汉堡胚，热风模式让肉饼受热更加均匀，还可以更好的逼出多余油脂。依次放上汉堡胚、生菜、番茄、牛肉饼、榴莲、焦脆的培根，盖上盖子，榴莲忘返堡就完成了。在广州吃到这个神仙汉堡后无法自拔，鲜嫩粉红的肉饼，榴莲独特的风味非常灵光。时间没这么赶，做好每一餐。我是四月。抖音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减肥的小伙伴不要错过这款 Acai-Bo， 3-5分钟就可以搞定。找一个搅拌器，一根半冻香蕉切块，4-5个冻草莓切块，香蕉切的先去皮再冷冻，再加上冷冻过的树莓和蓝莓，在网上就可以买到这种现成的巴西莓粉，加2勺，再加少许牛奶开始搅拌，打成这种冰淇淋的质感。减肥的时候再想吃冰淇淋就可以用它代替。最后摆上自己喜欢吃的水果和坚果，这一份健康又美味的 Acai-Bo 巴西莓碗就搞定了。早餐的话再加2片全麦吐司，希望在夏天来临之际大家都吃出一个好身材。时间没这么赶，好好吃早餐。我是四月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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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